大家好，继上次教大家在这个电脑上面去安装 X86 的 Android 4.4.2 的系统之后呢，今天 Flashing Drive 继续为大家提供这个 Multi Windows 的移植教学的。那这个 Multi Windows 其实就是 Galaxy 系列的手机的多功界面啦，而今次这个移植教学呢是适用于大部分的 Android 手机的。而今日嘅呢一段短片就会有两个部分啦。第一部分就系展示俾大家睇下喺 Nexus 5上面系去进行 Multi Windows 嘅多功处理，而第二部分就系有相关嘅教学嘅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去片。